年前刚开市，大地上人就非常多哈。你看，拉了一车桂花，小桂花苗。这边装的是红梅树。看看这边哈，这个摊位卖的是紫藤，还有石榴。这个是树形紫藤啊，树形非常漂亮。哎呀，这个紫藤多少钱啊？这一颗，价格还不一样吧？这个多少钱？500块钱。这个也是紫藤，哦，这个树形漂亮。上面还是花呀？这个是一本的嘛？还没编的，多长？编在一起的。你看这棵多少钱？1500。这个有多高？有2米半。3米高。哦。看看这个，没剪冠。是这么四棵哈编在一起的，这就有多少棵啊？8公分。这是裸冰的吗？带出去。现在一带那个灯管吧。啊，这块的冰棍啊。这是啊。这个比较好养。属性都是跟板子哈。上面都是花呀，满满的啊！这要是开了花，可来漂亮。这都是老庄的过程，去年开花的吧？年年开。1月的，40来天。它这个花期长吧？50到60。有50到60。这边还有个精品啊！哎呀！这可是精品紫藤啊，这棵估计养好了绝对是个精品。看你下边编的啊，这不是人工编的，是自然那个缠在一起的。哦，这棵高度得2米半左右，这个冠好看，哦，大方冠，这个直径得8公分吧？受不了哈。这些紫藤苗多少钱？紫藤苗拿的好像是得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。这一捆是多少克？10克。一捆10克，大好捆了。3公分左右，高度在1米3四。